外当换回三地。哦，那时候因为我本身也是做这一行，我学这个东西要干什么？我本来就回来在百货公司做了个现场，做了个动作，我只学它的形式，我不是学它的精神。可是我在日本会不会被他们的精神感动？到今天为止，你们可以到横滨鸿明寺那个市场里面找的，叫做神光地豆奶。全世界的收购百货里面，在现场就会有几个神光豆腐，有一些地方的地主能够赞助神光豆腐的话，冰糖会是以魔法加地方的，像京都豆腐比冰糖会是一些地方的，我已经卖一样。如果咱家人对食品的定义都唔同，啊，这也在做什么？对不？你好好唔食，不当派下来吃，都别派下来吃，你才会贪官呐。有没有这种活法？把你拿个公道的东西都告诉我，大家家里每一个家里都应该有米，都喂都寡，啊，都来就都顶寡，啊，你拿个吃，吃你这个锅，你叫你好吧？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平凡的就是安尼，温暖。但是从中国收到工业需求计划的一个计划，怎么算公务人员也算杀的，那你又把金抓，高就金抓，你叫丢不叫丢不来公司，因我我是有底线啦，有时间我跟大家讲，破我的话的你就搞得来，说啊我最近来的领导还好在讲的，我不晓得。可是我是做事情的，他把冰箱一打开，我下一个人，家里四个人，一个冰箱跟他仓库的，结果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冰箱，就会把他几分钟冰多，斤斤重重来这样，他不把吃的食品当食品，结果他就在外面叫，你今天上班你家在家中搞一袋东西，我没有打灯的话来叫，啊，没到。也不一样，有一种风险，对待自己。你如果来做我明白，有阿你说我，哦哦，买来住家嘞，阿爸是家人差的嘞，话我现在阿妈店你知道多少吗？你很有话一样，我说现捞的，那一斤恰当八百嘛，你卖的，一千嘛，你卖的，阿那到市场会八百多块。一见面公司就讲，我这种话，我这种话，我女儿这种话，伊拉家庭话，我都